来，宝宝，再来，宝宝，宝宝，宝宝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宝宝，走不走能蹦吗？走走走！啊，主播发信息说，那个猫一只脚腕上好像发青了，叫我去看看。啊，主人没回家，他说刚才俺嫂说他好像上俺老宅院了，我去找找他。嗯，阿主在这儿吗？阿主啊，阿主在这儿。你让我来吗？俺嫂说他搁这院了，他家在这院了，是吧？啊，你上哪来呢？我家家。我找主了。哦，主他搁哪院了？二楼了。哦，恁叫我上二楼。看恁看恁妈弄有毛。啊？跟恁唠叨吗？恁叫来。这是啥？俺睡的。我搁恁床上。我搁俺妈小箱。我搁恁床上来的，不知道睡着了。啊。睡着了？嗯。你去看看给他捂了吗？嗯，都在熬那辣椒酱。给锅里熬了。你要这么多吃，给我扒着。俺那狗那不是买个干净买这俩狗一样的丢了。丢了，嗯，不说叫估计跟那街上叫谁开走了，那他出来了，嗯，小的一出来，一开走，开走去扒，原来我扒住那墨镜就掉了，那可给他卷的铁能拉了，不要他出来跑，卷着你就跟人上了天卷着一出来见个人才光想说说话嘞，我说一屋人都不上班，啊，这小人也不知道啥呀，不知道。你我不做了，你在这儿，我不吃。俺刚吃完饭，从家刚吃完饭。嫩嫩得遇见这大俩大忙人呢。这全部是辣椒啊！全部都是辣椒。咱那上哪院呗？走，行了，老汉儿，俺嫂子来了。嗯，跟恁唱来。唱了。来唱了。抽见了，拉菲，睡多那一会儿醒了又，叫上去瞅瞅，是不是在那妈吧？哎呦，有牌了，还要抽烟啊？你可能会想上来，来拍屁股，嘿嘿嘿，嘿，估计都快过去了。你不是说都叫了一个星期了吗？都快一个月，都快半个月了。啊，估计都快过去了。我问了，我问俺那个朋友，他问的人家。就是如果配这种美端的话，得搁那儿一个星期，然后配药得1000多。嗯。然后他女朋友养了个加菲，他说可以配出加菲。他说如果要是想给他配的话，可以找那加菲配药，配配，然后生了个串儿。但是我感觉他现在配的也不中了。嗯。都快过去了，要想配，等他下一次吧。嗯。哎哎，那样他晚上叫孩儿可厉害，某一某一只眼厉害了吧？某只眼厉害了。啊，叫一只眼叫一。又开始了你。哎呀，可能会响声了。嗨。还是毛好看，干净还得。对，嗯，那米，那姜吧，这咋成黄了？这我不知道。还有这，就你给他弄的。我发现他就瞅见不认识人都先笑，是不是？也不坑。嗯，看的是啊，看的是啊，来。
是吧？哎，你是有肉哎，你是什么？看姥姥娘你拿啥花呀？啊？你这自己给猫完了。给。你谢谢老娘们喂。